小心。民众一个接一个领取热腾腾的爱心便当，发起人就是他。我看到我的老母老啊，我整个咧食毛灰，所以我重新我盖起了，开始我来帮忙大家。后壁红茶，一杯红茶坐来了啊。欧光荣年轻时因为毒品罪入狱服刑，出狱后痛定思痛，创业开餐厅外，每星期更举办爱心便当发送。咱重新做人，来帮忙吃的，看有路无处的，遮真侪足侪真种的，足侪一寡路边咧叫抓客啊，这咱互伊有饭吃。伊动作好，做到爱心做热心做好，大家拢欢喜爱做爱做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爱心便当引发善效应，许多民众也自动自发来当志工。他就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来，出一点点心力啦。好事大家做，大家做好事吼，我感觉遐拢叫人爱友好嘛，大家感应，做这个无怨无悔啊。爱心便当发送已持续六年，送出超过10万个便当。欧光荣说，只要有能力能够温饱需要的人，他就会继续做下去。大爱新闻台南综合报道。舒适料理来南北串联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？在这里啊，可是人人都喜欢，而且每一道的菜色对大人和小孩都一样健康适合。